嚟到咧，里边咧又高又瘦，系高加瘦啦。名副其实嘅火焰山，一去有火，周围都会见到地下无啦啦有个火，神灵嘅地方啊！底比利时最大嘅东正教教堂，即系讲底比利时。成个利是咁样，仲使俾你咩？男团友咧都想同个英影相，唔睇到你当年嘅英姿喎。翻咗嚟啦，我翻咗嚟啦。哇，攰晒啊！左内九世纪嗰阵时候就开始起噶啦，入咗世界文化遗产嘅，世界文化遗产会睇好多世界文化遗产。发达啦，好多遗产，二维剧嚟噶，全部都系个特产叫 BT。BQ 哇，這個是靚的，正啊，它整得像綠茶奶，一天可以整成千件啊。下面這個傳統甜品加塔香，哇， Oh my god， Oh my， 是撕得多漂亮，不是撕老公撕慣了，是啦是啦，這是茶茶，哇，好辣啊，哇，hello， 不用請，不用請，請啊， GD GO GO GO。靜靜日記，耶、yeah, ！大家好，我是靜靜。咁而家咧，我嚟到一个就系、是、你一嚟到咧，你就会变得又高又索嘅地方，就系高加索啦。高就好实咧，所以我平时都实噶。OK 啊，嗱，而家讲完啦。不过讲又讲啦，即系算我孤陋寡闻啊。即系其实当住啲一问嘅，你有冇惊我哋高加索睇一睇啊？咁样，咁我其实系呆咗几秒下嘅，即系高加索。我自己就高又索开啦，仲走去睇咩高加索？咁甚至乎咧，即系我哋要嚟啊嘛，咁我哋要去 active 呢个 credit card 嘅。咁 credit card 嘅员工都讲 what？What seven you say？ 兩個信用卡都不知道哪裡的、所以可想而知就是高加索可能對馬來西亞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不過我們的觀眾就厲害了、我昨天 po 大家估下我在哪裡、很多人是估到是高加索的，所以說、看靜靜日記的朋友果然是、有讀書的，真是高一點的高一點的高一點實一點的好了，那今次我就跟著 GD 來看一看這個高加索的，它位於西亞和東歐的一個交界處，里海和黑海之间的一个地区来的，诶，冇错，高加索不是一个国家来的，是一个地区的一个范围的名来的，统称来的。但是今次呢，我们是算是来到其中呢，是属于它的三个国家的，就是这个叫亚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那在这个 moment 呢，我就来到这个亚塞拜疆的 Kobusta Rock Art Cultural Landscape。是看什麼的呢？是看我這個考古學家很喜歡看的古人壁畫。 Let's go！ 現在我就正在進入這個古人壁畫的區域，現在跟大家說它其實入了世界文化遺產的，它說我暗武有超過6000幅啊，在40000年前留下來的古人壁畫。哇，40000年前，是啊，這有沒有看不看得到啦、不過現在立即看到一堆的那些壁畫，古人壁畫 Let's go。 這裡寫下是 contain 了115幅圖，然後裡頭呢有29個男人和24個女人。不行踩上文明旅遊，大家這裡有個馬仔看到沒有，我覺得這個畫工呢是編著10元仔畫的，在這裡啊，你看多牛？這個比較明顯的，不知道你叫牛精的關係，見到牛比較容易一點。他又做一個一比一這樣整一個村仔，你來到這裡就算落水都不用失望，因為有一個有一個廟是不是，那裡頭有整過一些人類歷史啊，還有都看到一些、古人壁畫都很完整啊，有很多解釋的，然後有一個人在這裡做俾你睇佢之前点样画嘅壁画，佢投影嚟嘅 ，3D 投影，好蛇女嘅样。好啦，咁而家咧，我睇睇大家去睇火山。火山你又讲错冇，呢度都冇山，泥火山。啲火山仔喎，系要泥火山噶啦。系喎，直翼啦，乜镬镜啊嘛，有少少硫磺味哦。有硫磺味啊，有个台仔喎。我有少少。
嗰个咩啊，凸少少，好似嗰啲红毛灰咁喎。佢下底系天然气嚟嘅，个发酵作用之后就扑扑扑出嚟。有啲泥啊 ，no。Actually, Azerbaijan is awful. Yes, yes, yes. I'm saying do not throw it. It can explode. Less already, right? Yes. Now it's industrialized and controlled. 佢讲有个笑话，就系成日同啲游客讲嘅。咁你食烟吓，你唔好掉落地下，掉落地下就砰咁样啦。咁而家呢个系笑话，但系如果佢讲几廿年前，真系会咁，因为咧，亚塞拜疆系 full of 嗰啲天然气嘅。哦，所以天然气非常丰富的地方，系啊，非常丰富的地方嚟噶。哇，呢度范围都几大嘅，几靓啊个感觉。我哋去过火焰山，中国火焰山，但系冇火嘅，系冇火嘅嗰度。但系呢个系真真正正名副其实嘅火焰山，因为有火。阿塞拜疆咧，巴库呢度咧，佢盛产天然气嘅，有火源嚟可以做药，长命火嘅所谓。听讲佢唔熄咗4000年。即系无论系落雪落雨，佢都唔食。尤其是而家冬天，哇，好爽啊，舒服啊，因为系咪游轮仔去许愿噶？佢哋认为火系一个神圣嘅象征啊，系啦。如果佢唔会熄啊，喺度开餐厅咪一流啊？做咩？悭好多煤气费啊，大佬！哇，点解喺度施魔法啊？而家你喺度取暖啊？出火魔法，我魔法喺边度可能会继续出火啊？嗱，你睇。系咪？多得你。嗱，如果我停咗，佢就会冇啦。你唔信咩？嗱咧，我知喎。嗱，嚟越嚟少啊！嗱。GD go go go！ 着火啊 ！GD。GD 好火啊！好火啊！好旺啊！各位观众，咁我又有新饮法啦。咁我哋咧就饮 tea 嗰阵时咧系唔追糖嘅，但系咧就会追呢个。系啦，即系落去。当糖咁用啊？应该系。正话本地人教嚟噶啦。系啦。我係甜啲嘅喎，真係。咁呢個咧係一個 nut 嚟嘅 ，walnut 啊，甜嘅喎，好食嘅喎。放喺茶嗰度真係有一陣香味。耶！咁而家咧，我哋就喺亞塞拜疆嘅呢個巴庫嘅古城啦。You mean the walls, fortress walls? They're from the 12th century. 嚟十二世紀，呢一1300個 family 喺裏頭住。喺個城牆入邊住啊。所以係一個活嘅博物館 ，live museum 啊，佢入咗世界文化遺產嘅。就可能類似我哋嘅墨格咁樣樣咯。好啦，咁喺個 moment， 我帶大家進入古城。哇，好大粒頭喎！佢一個偉大嘅詩人嚟，佢個雕刻像咧都幾得意，下底係樹咯，上高係個羊咯，但係佢後邊嘅頭髮嗰度咧，全部係啲作品嘅內容嚟嘅。呢一個小書博物館，哇，好細本喎呢個書。好啱我睇啊！點解啊？因為我係小靜靜。神秘啊你！收到風喎你。收到風，原來係日本人整嘅，跟住係真係可以睇。然之後佢仲講話係日本人整嘅，唔係我哋整，我哋冇咁瘋狂，佢講。哇！你敢行啊？點解唔敢？哦，好恐怖咁咯。今日我哋食亞塞拜疆餐嘅。喂，有現場 band 嘅添啊！係啊，好嘢，好聽。得。啱樣啊！我哋點湯啊？應該係。哇！點樣飲係？頭先見到一嚿飯，以為棘嚟㗎，而家打開全部都係飯。跟住裏頭咧，我睇到有薯仔啦，有雞啊，佢有放菩提子喎，有風律喺入邊添啊，幾好食㗎喎，好食一粒嘅啫，因為佢有啲菩提子咁嘅嘢，所以甜甜地嘅喎，鹹鹹地甜甜地幾好食啊 ，soft love。Be loved. Whenever we have guests, does not matter it's foreigner or the local. When we have a guest, one of the meals must be served with shafti love. And during the weddings, when the shafti love it comes as the last dish. 就好似我哋酒楼嘅荷叶饭，或者系炒饭啊。系，不过佢又讲即系话，如果 guest 嚟就真系特登会请人食噶啦，咁嘅嘢，几好食噶喎。我唔食过咁嘅味道啊！好多嘢掺埋一齐。对我嚟讲系炒饭嚟啊，但系好好食嘅炒饭。喂。咁樣呢個係咪代表係最後一道菜啊？唔飽你喎，唔夠飽咩？好飽咗。咁而家咧，我哋就正在喺亞塞。
塞拜疆嘅火神廟。誒，唔講你唔知道，亞塞拜疆咧呢個詞個名咧，其實係來自古波斯語嘅。亞塞拜疆嘅意思其實就係火嘅國度，即係呢個地方係俾聖火保護嘅地方啊。佢啲天然氣如果去露出面嗰陣時咧，接觸到火源咧，佢就會形成長明火啊。頭先我哋講嗰個火焰山咁樣樣，會熄咗火啦。係啦，總之以前呢啲地方啦，係四周圍都會見到地下無啦啦有個火嘅。好耐好耐以前啲人就會覺得啊，呢個係神靈嘅地方啊，有火啊。有火神的家護啊！點解會有呢個火神會？就係因為咧，當其時印度嘅濕婆教啊，偏信火依樣嘢噶嘛，咁佢就起咗就覺得依度好神啦。不過講真，依度真係要夜晚嚟先有 feel 喎。嗯，如果晏晝嚟就爭啲。因為頭先我就諗，入夜咯，咁樣咪睇唔到咁樣。咁但係一夜晚一嚟到呢度，哇！嗰神秘氣氛即刻有曬。而家係五點，六點咗。其實四點幾已經開始天黑了。開始天黑，因為冬天啊嘛，日短夜長。頭先你咪問我呢個幾時開始啊？頭先我睇一睇嗰度寫係16世紀尾起嘅。哇！有條詩喺度。其實依個係一個算係濕婆拜幾神聖嘅一個地方嚟。咁好多嗰啲印度人咧，佢會特登嚟依度咧，做修行。唔係而家，以前啲啦，仲。所以依度就係俾佢哋嘅棄居室啊。冇錯啊，咁而家咧，我哋正在噼哩啪啦嘅靈堂。咩啊？噼哩啪啦？噼哩啪啦。咁噼哩啪啦咧，佢意思係活著的路人。伊斯蘭教當中有分啲嘅分派嘅，一個派叫蘇菲派。蘇菲派嘅長老咧，喺臨終之時咧就嚟到呢個地方啊。神奇之處咧就係佢死後咧，佢嘅身體冇腐爛。咁當地嘅人民就覺得哇，喺個地方好神奇啊，或者係真係佢真係得到真理。相信咧嚟到呢度祈祷话就会愿望成真，而且可以除百病。所以呢个系一个圣人嘅陵墓咁解啊，所以系伊斯兰嘅圣地咁解咯。好啦，而家我哋就要爬上呢个塔系嘛？好啦，我哋祈祷，希望可以世界和平。Any Muslim can come in to pray. Yes. 呢个系祈祷室，即系穆斯林咧就可以入去祈祷。哇，好窄啊楼梯。哎呀，好靓啊！有好多细细间嘅祈祷室噶。你睇佢準備呢啲，一箭俾你。跪箭啊，俾你可以祈禱。睇下先。所以唔係回教徒都可以，都可以入。係回教徒先祈咯。但係都可以俾遊客入嚟啊，好有 feel 喎，凍凍喎。入去除鞋啊！嚟靜靜，麻煩你攞相機幫姐姐佢哋影相。嚟一、二、三。嚟 check 下睇得唔得 ？check 下睇得唔得？睇下技术 OK 冇？嗱，可以啦 ，OK 啦。Anyway， 咁我哋而家嚟到咧系一个东正教嘅教堂嚟嘅。虽然我哋喺亚塞拜疆嘅角度，但系都有一个东正教教堂啊吓。东正教究竟系咩教咧吓？迟啲我特登系会拍片为大家讲解嘅。系冇啊！大家记住 OK， go let's go。佢呢個出咗係先17世紀啊，但係咧好似有啲柱啊，呢啲嘢啊，即係最早最早係嚟5世紀就有嘅。5世紀啊，經歷過一啲歲月嘅洗礼。哇，很多美女拍照啊！哇，你看幾多美女？哎，你們是不是美女？等等，我哋又發現到一個新嘅嘢啊！一紫色嘅嘢，唔知怪怪地，唔知咩嚟嘅。係啊，好似月經啊！咩啊？咩啊？咩經啊？月經咯，不像咩？冇搞錯喎，紫色㗎，你嚟啊？聲音外星人嚟嘅。咩嚟嘅？呢個寫得嚟㗎？我食開㗎啦，好食喎。嗯，好食咪？好特別喎、啊，咩嚟噶？有啲咖喱味喎、啊。係啦，呢個就係呢度嘅特產叫 BT。跟住首先擠啲粉末落去，然之後咧備咗個湯佢。呢個係羊肉湯嚟。羊肉湯，然之後咧你哎放粉，再嚟搞下。誒搞佢，佢嗰個羊肉味好香啊。OK， 咁你就食啦。都係內地。好食喎，好香啊羊肉。我都湯好飲啲啊，因為啲精華全部去曬湯。係好食好食，得意一樣嘢。食咗之後，佢嗰個洋蘇味喺你口入邊嚟，指甲留香嗰個 feel， 好食依樣嘢。別啲。好啦，而家咪我哋睇下我哋阿住啲嘅導遊有幾咁嗨，唱歌啊！I'm here to call
哋未講嘅，我哋會橫跨幾個國家嘅。冇錯。所以而家咧，我哋就係過 custom 啊。冇錯，我哋而家咧就要離開亞塞拜疆去格魯吉亞啦 ，Let's go！ 哇！哇 ！Try 啊！喺個羅尼下邊會有一個小廚房啊，唔係講笑。That's nice。好食啊！哇！依度嘅貨車司機好識嘆，係喎，幾有 feel 啊！佢哋去到邊度食到邊度，煮到邊度，好似就係佢哋嘅生活啦，直頭露營咁啊！喂，耶，冇錯啦！我哋唔經唔覺咧，就喺亞塞拜疆嚟到格魯吉亞啦。咁呢個 moment 咧，我哋正在喺被稱為格魯吉亞最靚嘅小鎮西格納吉，唔係那隻話係西格納吉。咁西格納吉呢個小鎮因為太靚啦，咁據聞咧就格魯吉亞啲人咧嚇。會專登嚟呢度結婚嘅嚇，你要結婚係啊，咁樣所以咧，依度嘅呢個婚姻住宅處啊，係開24小時噶。哇，咁犀利！就好似 L A 咁樣樣，所以咧佢有一個稱呼嘅，叫做愛之城。愛之城，嗯，哇，你咁樣唔係嗰個愛之啊？咁樣直講啊，俾人誤會喎。即係 Love City。咁而家我好惊啦，因为我正在喺啊格鲁吉亚，称为第二个万里长城之上啊！我系去过真正嘅万里长城啊，咁又再今次又去第二个万里长城，哇！我仲唔系好狠？做咩呢个小城镇唔系会有一个咁嘅墙？我谂应该系防御啊，或者大帐篷嘅意思。The history claims that the wall was built in 9th century, but renovated in 18th century. Yeah, this is a historical wall, and so the main wall of the city. The people say is a biggest one in the Europe, and the second in after Great Wall. Oh, okay. 佢講咧，呢個係全 Europe 最大嘅長城啊，係為咗防禦啊，真係嚇。咁因為咧，嗰度有亞塞拜疆，嗰度有另一個邊界，所以就要防禦咯，有一個防禦嘅呢個作用。好靚啊！好嘢喎，咁攰都仲可以擺 pose 喎。然之後咪見到有好多嗰啲賣手工藝品嘅鋪頭仔好多。係咯，我想慢慢咁樣行一行。然之後喺啲地下嗰啲牆壁啊，全部都好古老 feel 嘅，好正！我中意呢個小鎮。呢度嘅狗都係偷摸狗啊，乖啊，佢哋乖乖咁樣坐喺度俾你摸。做咩唔摸啊？嚇！我 OK， 我摸啦，乖啦。話你尾伏得幾勁？哎呀！呢度啲流浪狗好靚。你看哇 ，handsome 啊！如果喺山上好出名嘅，有望冇啊？哦，系冇想知我问你咩咧？其实我仲系想问佢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之间嘅分别，因为呢度格鲁吉亚主要系东正教啊嘛，佢哋相信东正教。我得到少少资讯啦，咁佢哋依然都系相信圣母啊，都系依然相信 Jesus 嘅，系有少少嘢唔同嘅啫。例如佢哋庆祝圣诞咧，啊，佢哋唔喺25号嘅，咁仲有佢哋祈祷咧，佢哋系由依边到依边。咁劇得你係依邊依邊咁反㗎啦，喺度整啊，披薩，有烤雞，哇正啊！睇住個靚景開餐。Kachapuri。哇！披薩喺依度嘅，好香喎、啊，好香芝士味喎、啊，好香喎。同你嗰辣芝士，好脆啊！唔知裏頭好多芝士。內脆內嫩啊！嗯，好香啊！佢攞嚟又聞到個香味啊！不過都有啲鹹，佢哋啲嘢都偏鹹喎、啊，嗬。This is cha cha。Yes。依個cha cha咧係依度非常之出名嘅酒嚟，佢哋講咧係勁過 vodka 嘅。40多度啊？40多度呢個傳説中嘅勁酒啊！哇，燒酒嗰個味。哇，你真係飲性啊！哇，好辣啊！嚟飲性，唔好飲性啦，飲性。真真係辣。很辣，好辣。So because each day is a gift from God. Yeah. Yes, and it's one day.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pend your time with your parents and with your families and so on. And also in our country, people say, "I wish you in Caucasian longevity and Siberian wellness." Okay, in our country we say "Gaumar Jos." Gaumar Jos. Gaumar Jos.飲性嘅意思啊？誒 ，Why you don't drink？ 跟住佢頭先咧就嚟 toast 我哋先，即係啊祝福我哋一輪咁樣，希望我哋可以嚇和平世界，好有儀式感咁咯，好有儀式感。哇，好烈啊！呢個酒唔係講笑啊，你睇好似清水咁樣樣，真係唔係講笑。
飲一杯應該就暈了。我應該聞一聞都會暈。嗯，唔好問啦你。好啦，咁樣今日咧，我哋咧就要嚟格魯吉亞咧，而家嚟睇一個參觀一個葡萄酒廠。咁佢用呢種鵪咯，咁佢哋咧就將嗰啲葡萄啊塞入去啊，然之後咧又將佢埋喺地下嘅。等佢發酵啊。係啊，等佢等六個月，佢講冇做任何嘢噶啦，就真係就祈禱啦，就希望佢發酵嘅就有酒咁樣。開始整葡萄酒咧有八千歷史，然之後呢種方法咧都係用古老嘅方法，係得格魯吉亞呢度仲有。飲酒啦！Yeah. It's 2013 harvest. Alcohol percentage inside is 12.5. Sitka grapes a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are producing sparkling wines with this kind of special grapes. This is white, dry, 12.5 alcohol Sitka wine from Georgia. 醒酒，醒酒，醒整匀嘅酒先。醒酒，佢入口好顺滑。我哋问啲老细。OK， 哇，一流，一流，唔知系咪啊？点解一流白？好猫，点解？好猫啊？好猫系咩意思啊 ？ILD， 真系好顺滑。啊，好顺滑。啊，所以同我见噶一样。唔系好浓。唔系醒噶，真系。喂，醒啊！仲醒？醒未啊？醒啊！醒咗。我要转去。醒啊！醒啊！嗯，好香啊呢个。啊，啲哥讲去。甜嗯甜，诶，我中意呢只外柚，我觉得佢 cheese 好食，竟然有 cheese 好食，cheese 衬酒好食。有小静英讲古仔啦，即系我哋文东咧吓，有吉隆坡嘅后花园之称啊嘛，咁格鲁吉亚咧系一个上帝嘅后花园之称噶，哇，咪仲劲，厉害咧，即系话住咧好耐好耐以前啊，咁上帝咧就分配紧土地俾各种民族啦，啊，点不知格鲁吉亚嘅人民咧就挂住饮葡萄酒吃，之后饮醉咗，嚟唔切冇去到啦，就冇分配到土地啦，咁咧但系佢哋又冇嬲嬲猪，冇嬲猪，然之后咧佢仲请上帝饮酒，冇所谓啦，上帝嚟，我请你饮葡萄酒，我哋一齐吃。饮先，冇地啦，冇香槟。It's okay。咁上帝就好感动喎，唔知点解感动啦，可能佢不嬲都会俾人哋要即系扯住土地啦，咁佢好感动喎。佢本来咧就谂住咧系将呢一块即系格鲁吉亚而家呢块地咧叫占为己有嘅，即系私有化佢，将佢变成自己嘅后花园嘅。佢觉得呢度好靓，咁佢就哎呀呢啲咁啊好嘅，又请我饮葡萄酒，又冇怨我咁样样。好啦，咁我将呢个后花园俾你哋啦。咁样咧，格鲁吉亚就有上帝的后花园之称啦，就是因为咁嘅原因，所以格鲁吉亚先有呢块地啦。系咁讲啦，啲人系咁讲，咪仲好？应该系格鲁吉亚啲人作出噶啦。唔系啊，咁样咪仲好，因祸得福。我觉得呢个故事咧有嚟一个启示嘅，既来之则安之，啊，顺其自然。有啲嘢发生咗，咪发生咗咯。系你又只系你噶，系你嘅就总唔系你嘅话，你强求唔系你嘅都唔会系。哇，好有含义啊！小燕讲嘅故事，唔系含义，系含义，系冇咩含色含色嘅成分喺里头喎。耶！我哋嚟到底比利斯最大嘅东正教教堂，叫做圣尼伯。圣尼伯。咁头先我讲啦，呢度咧系呢个底比利斯最大嘅东正教教堂。咁头先听导游讲咧，唔知系底比利斯，即系依个区域最大嘅东正教教堂。咁佢讲咧，仲有人讲系，其实全世界最大嘅东正教教堂，不过唔知啊，总之好大啦。不过。值得一提咧，就係其實佢好新下噶，佢係1995年開始起，2004年咧先至起好嘅。我先發覺咧，頭先我一直講錯呢度嘅首都名，我一直講底比利斯。OK， 講清楚，因為粵語應該咁讀嘅，底比利斯。嗯，底比利斯啊，係底比利斯。Tip please， 我都冇錯啊，係底比利斯啊，底比利斯耶，底比利斯俾你咯，底比利斯，你成個利是咁樣仲使俾你咩？你俾我嚟就啱啦，俾我啦，哎呦，好手猛啊！哇！我要带翻去啊！婷婷，你有咸鱼味啊？佢狗咁中意你嘅。头先你咪睇到外出一个老银哥嘅，佢哋坐咗一幅画啊嘛，东正教嘅教父，跟住佢仲喺度噶。而家仲喺度。今年84岁。所以呢个系教堂内部嚟噶嘛？呢个下低个教堂啦，头先佢咪有讲楼上睇到嗰个大教堂嘅，嗰度上嗰个教堂，呢个就系 underground 教堂。我哋咪成日见到一啲教堂会有成日都会有蜡烛嘅。剛才導遊跟我們說，他們東正教人
無論不一定要在教堂，即係好像佢出咗去，然之後佢屋企某一個地方冇教堂嘅話，佢都會攞支蠟燭插住，然之後祈禱。所以蠟燭對佢嚟講係一個祈禱嘅物品，係啦，祈禱嘅象徵咁樣，所以唔可以吹熄佢噶，唔可以，千祈唔可以吹熄。所以千祈嚟到教堂冇吹熄蠟燭。因为咁番薯，因为我哋嗰啲十蚊仔好中意啊嘛，我以为吹熄就可以系完咗个愿望，其实冇噶，系啦，所以你吓 birthday cake 嗰时，其实唔应该吹熄，吹熄系冇咗愿望。而家我哋行呢个底比利士，底比利士嘅镇，行街街啊，总之系行街街啊，冇错，做呢个叫咩城市观光游啊，咁啊，行街观光，耶 ！Let's go！ 各位团友，我哋听导游讲嘢先，慢慢影相啊，好多时间影啊。上雲頂啊！係啊，上雲頂啊！型多啲啊！係，山頂見啦！係而家依好驚啊！呢條友驚到震啊！喂，高啊係，係喎，你最緊要眯住㗎，冇事。係啦，吸一個呢個乳液。哦，咁就停一停。你睇又靚仔又靚仔，睇靚仔。哇，幾靚啊！我本有 eyes don't simply say 靚 ，OK？ 你睇啲城市幾靚？哇！搣埋眼都睇到好嘢喎。係啊，大家可以睇下呢度四周圍非常之靚噶，我哋睇到成個第二比利時嘅呢個景啊嚇，我哋應該會經過呢個河嘅。好，跟住咧，依度依一邊咧，應該係會有一個雕像啊，母親雕像啊，睇到冇？算啦，哎呀，唔好講嘢啊，你睇都睇唔到，我亂咁噏喺度。开咗眼未你？开咗啦！开咗天眼啦，小静静。系啦，几靓，我都话靓噶啦。好大只喎，你睇喂。第比利斯嘅母亲雕像，咁你如果行近啲睇咧，佢一只手咧系攞歪嘅，一只手系攞直嘅。咁我听导游讲咧，如果系朋友咧，佢就系俾歪你啦。走啊！如果系 enemy 咧，攞剑嚟怼你。诶，唱歌啊！呢条友想唱歌啊，你唱啊。No， 身为女神嚟睇女神，咁样梗系要唱翻首女神啦。不要低头，光环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众眼失掩色彩。冇错啦，咁你搭完缆车上咧，一路上去睇女神嗰阵时咧，就可以见到好多啲 souvenir 喺度咯。啊，好有型啊你！除咗有 souvenir 之外咧，你就可以同鹰影相嘅，好鹰啊！系要俾钱噶啦。废话，所有男仔啊，即系我哋男团友咧，都想同个鹰影相，佢哋想佢哋下边嘅雀仔好似红鹰咁咯。佢哋想寻找翻当年嘅英姿。所以他哋已經係失去英姿咗一群啦。你講噶，冇冇講錯咗 ，sorry 啊 ，sorry 啊，點啊點啊喂，尋找到你當年嘅英姿喎，翻咗嚟啦，我翻咗嚟啦，翻咗嚟啊，哇，攰曬啊，翻咗嚟啊，你都嚇咗耐啊，誒一個好靚嘅一個景點叫做大比利時硫磺浴池，嗱，佢唔係遺跡嚟噶。仲系可以喺入边浸浴噶，嗰度我哋咪去嗰个教堂嘅，嗰度有个雕像噶，嗰个国王嘅，骑马嗰个啊嘛，系啦，佢喺唔知五世纪定四世纪啊，佢咧呢度以前呢度有一片森林，咁咧佢就嚟呢度打猎，打得下嚟，诶，发现到呢度个温泉喎，咁样咧佢就起咗一个咁样个浴池啦，喺度探世界，喺度探浴池啦，咁佢依然系保留住嗰种浴池咯，所以系好耐以前嘅建筑嚟噶咯，都系，系啊，好耐以前，哇，我闻到一阵硫磺味咗，你闻到？闻到，冇错，呢个桥叫做玻璃桥，一系有玻璃，同埋有桥，系，咁佢一定系玻璃桥啦。哇，好靓下喎，真系，诶，又有狗配合啊，一只狗，哇，你睇到个河景几靓。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十字修道院，叫做 Jubilee Church。值得一提咧，就系咧去里头咧就摆放住圣尼诺啊，即系圣尼诺嘅呢个十字架。不过对原物已经系唔系个原装啦，原装嗰只去边度咗？俾人偷咗。吓咁大剂啊！系啊，咁但系咧，我觉得好值得讲讲就系圣尼诺呢个修女啦。因为咧，就系因为佢而改变咗格鲁吉亚所有人嘅信仰，厉害咧！咁所以咧吓，就好值得讲一讲呢个修女嘅古仔啦。就首先由佢攞到呢个圣母玛利亚俾佢嘅十字架开始讲起啦。圣母玛利亚本人俾佢啊？啲圣人成日都会有啲嘥咁样样噶嘛。就有一日咧，佢就得到圣母玛利亚嘅呢个嘥啦。咁咧就话俾咗个十字架佢，跟住咧就同佢讲：，你攞住呢个十字架去啊！佢就可以和你嚇阻擋所有嘅困難，然之後你就可以將福音傳遍大地，整救世人啊！
点不知咧有一次咧，个人就去打猎啦，打打下猎咧，忽然间盲咗，即系睇唔到嘢，忽然间。吓，系啊。系啊，跟住佢就唔知点样就啊死啦！我睇唔到咁得，佢就同圣灵祈祷啦，就话好啦，如果我向你嘅神祈祷，佢又可以令到我重见光明嘅话咧，我就信你嘅神啦。咁点不知系真系bling 再现神迹咁话啦，系啦，重见光明。咁啊，从此之后咧，所以国王就下令哦，全国信基督。所以你话呢个圣利诺系咪好极呢？系改变一个国家嘅信仰啊！所以嚟到呢度咧，劲就劲于咧，佢嘅十字架咧系插咗喺度嘅，假噶嘛，代替咗，因为个球嗰只俾人偷咗啊！就系中间大大只嗰只咧，佢系后期先至挤落去嘅。嗯，所以原本都系咁大只噶啦，唔系细只嘅，细只啲嘅，好咁大只嘅。呢个就系圣利诺啦，就系呢个女人啦，佢个画像。哇！哇！呢度几好靓啊！嚟到呢度咧，除咗睇圣尼洛嘅呢个十字架之外，仲可以睇靓景同埋靓人。未必啊，你嚟到又未必睇到，但系睇我 YouTube channel 睇到啦，狂奔睇到嘅。Jelly 李婷婷啊，冇错，呢个十字修道院都系世界文化遗产咯。我哋接住嚟都会睇好多世界文化遗产，发达啦，好多遗产。Yeah, 各位观众，我哋嚟到第一个将基督教变为官方宗教嘅国家阿美尼亚啦。好靓啊！呢度我做咗格鲁吉亚，过咗波多咯。我喺路上咧，就睇住啲靓景啊。好啦，咁我哋都去食个晏餐先。都系好正啊，系咪？系，我哋可以睇到山景，哇！睇住山景，睇住山景食，睇住靓女，有靓女，有靓景，想点啊？定啦，又我定啦，你定咗？主菜嚟啊，主菜嚟啊！哇！呢、這个靓个味，各位男士睇到开胃喎，味道要系。哇！各位观众，我哋今日有 BBQ。头先我睇到佢烤咧，就已经觉得哇，应该唔夜宵啊。猪肉嚟噶，佢讲。猪肉嚟噶，系几香下嘅，阵肥油好食啊。嗰猪肉嘅肥油。嗯，跟住系咁挤嗰啲汁出嚟，哇，正啊！不过咧，我都系黐手食。你睇呢皮嘢系咪好似嗰个叫咩啊？煎野肉，野肉好食咯。咩芝士嚟喎？好食喎。芝士喎。系啊。咁样嘅咯，芝士。系哇。好吃喎！我哋阿美尼亞甜品，呢個甜品頭先我聽到係講叫 Gata， 真係好痕。馬拉話食完會痕，你睇佢樣好似話，係咪好鬆軟咁嘅 feel 嘅？唔係啊，佢好硬嘅。我睇黑貓切得好辛苦，我冇咁蠢，我用手攞嚟咬。咁咧佢嘅口感似咩？講真啊，我覺得啊，似江蘇餅加蜜糖。有 Welcome Dog 啊！即刻俾我順服啊！坐住啦，南邊有啲狗啊！你去到咩景點咪衝住你啊！今日咧，我就嚟到阿美尼亞其中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叫做 Harpat Monastery。依一間咧係由十四幾就開始起啦。個比較厲害嘅就係呢度其實咧經歷過好多啲地震㗎，有好幾次地震，但係都保留到啊。其實阿美尼亞咧好多依種石雕嘅十字架㗎，佢講有成五千幾個。係依間嘢有五千幾個啊？成個國家。全國。你咪睇到系咪好似我哋喺佐治亚，佢哋祈福咧都系有用烛光噶嘛？但系咧系沙噶啫嘛，真系呢个系有水啊！哦，系喎。佢完咗之后咧，佢好容易收集嗰啲蜡啊，再变成真正嘅蜡烛。哦，我整翻一支蜡烛咁样啦，系啊，收集俾你睇啊。You know, do you have switch key? Candles. Can use again. Yeah.嗯 ，very good。呢个区其实系成个一个修道院嚟，佢唔系净系一个 church。佢系咩意思？就系嗰啲修行者嚟呢度修道。头先我听你讲，其实分两种嘅，两种修道者，一个就叫做 black monk 黑行者，另一只就叫做 white monk 即系白行者。如果直译嘅话啦，咁个分别系咩？黑行者咧系完全唔可以结婚生仔啦，即系永远就一直喺度 play 嘅。咁白行者系可以 service 人嘅，都可以结婚生仔嘅。Okay. 可以同人哋有嗰個交流啊！黑行者係淨係冥想啫，即係永遠係奉獻俾，真係完全收到。阿美尼亞有半千個以上嘅嗰啲石雕嘅十字架嘅，五千個，全部咧都係冇耶穌嘅樣喺上高嘅，全個阿美尼亞得六隻，呢個係其中一個。呢啲全部都係諗下係十世紀嗰陣時開始流落嚟嘅一啲雕刻嚟嘅，所以好有歷史價值啊！哇，講有咩情況？知瞓瞓下觉，瞓翻到叫我，其实擘大个口得个窿咯。跟住后妈仲问我沙，你系咪问我沙嚟啊？
都唔系一雪嘅。突然间去到一个落雪嘅地方。落雪啊！而家落紧嘛喺度。突然间落雪啊！因为头先又经过嗰啲好多嗰啲圣诞树，圣诞树咁嘅 feel 嘅，嗰啲雪就积喺个树上高啦。今次佢靓过我。屌！冇好似我咁靓。哇！我哋嚟到亚美尼亚一个好靓嘅修道院，就叫做塞凡湖修道院啦。因为佢就喺塞凡湖上高噶，跟住嚟到呢度就睇到成个塞凡湖嘅靓景咯。跟住有塞凡湖喺度，系啦，好靓。跟住一上到嚟，其实我就觉得哇，呢两个教堂真系好有 feel 喎，佢成个建筑啊，嗰个款啊，真系好旧 feel 嘅 feel 喎。咁有几旧咧？九世纪嗰阵时就开始起噶，咁系一个国王嘅女起嘅，佢嘅丈夫死开之后咧吓，佢就讲 OK， 我要起30个教堂，咁呢个其中一间攞嚟悼念佢嘅丈夫啊。系啦，哇，好多十字架喎、啊，全部都系石刻嘅十字架。系喎、啊，喺个修道院修道真系流，好 hea 好 hea。是啊，看住湖景啊，冬天又看到那些雪山，可以真的完全身心养性。不过讲又讲，其实我同黑猫之前咧系冇跟过旅行团嘅，今次系第二次咯。之前都系跟住啲嘅，斯里兰卡。咁今次嚟到咧，系特别感受到咧跟旅行团嘅一个好处，即系因为佢有当地嘅导游嘛。尤其是嚟到 Europe 国家咧吓，咁我就唔使再做呢个考古学家啦。我用考古学家系完全无用武之地啊！即系好似我哋 Europe 国家咧，好似我哋教堂咧，好多时候真系。唔知睇咩噶，就是可以啊，即系网上嘅资料大概知道下，然之后咧就有啲位咧就估咯，真系估咯咁样样咯。咁今次我都系估嘅，估佢讲咩啦，因为系讲英文啊嘛。好似我哋跟佢行嗰啲唔同嘅教堂咧，即系有一啲位系网上冇讲嘅，网上嘅资料完全冇讲，佢会特登带我哋睇一啲物品嘅。啊，同埋一啲故事，因為唔係有時候上網揾啦，嗰啲資料都唔齊全嘅。唔係唔齊全啦，係唔啱添嘅，我覺得。例如我睇到個網上資料咧，佢就講呢度曾經係犯過罪嘅修道士咧，會喺度修道喎。哦。咁我問佢係唔係啦，跟住佢講唔係啊，冇啲咁嘅事咁樣用啊，冇理由佢講唔啱噶嘛。係喎，我哋考牌喎。講唔啱就考個牌噶。考牌啊，講唔啱就賴大劑啊真係。而家我哋睇緊亞美尼亞佢哋嘅呢個名啊，其實好似落啲燦拉嘅。係啊，落啲好似攞啲柴啦，比較大型啲嘅攞啲柴啦，偏扁嘅，咁佢叫南瓜上，佢一日可以整成千件啊！我想去試下整，問佢俾唔俾我試。Can I try？ 唔理我，好架走佢啦，佢要整成千件啊！你咁偷食我呢條友，你嚴重好食啊！哇，正喎，好食，哇，好靚喎 ！Hello， 今日是海鮮啦。燒魚啊，味道 OK 啊。薯仔好食啊？佢個薯仔好大嚿喎，佢嗰次片都咁大塊。嗱，佢唔會乾乾嘅。阿美尼亞啲嘢食比較有汁啲。哇，送茶。Coffee tea, yummy. Yeah. 喂，俾人釣啊，喂啊。Okay, on the left side.The left side is a double seat. 這裡有多謝你了。左邊我們有一個台歷，右邊有一個台歷，因為我們的團友很喜歡我們。好靚啊，這裡各位觀眾，你來到這裡是不是覺得你好像去了意大利的羅馬呢？沒錯，這個神廟就被稱為希臘羅馬最東端的建築。亞美尼亞第一個將基督教變成官方國教的一個國家啦，所以在之前他們是相信希臘神的嘛。這個神廟呢其實就是供奉太陽神，但是其實呢基督教之後呢很多這些這樣的神廟都被摧毀，所以他是唯一一個留低的。不是這個國家唯一一個留低的，是的。為什麼會留低？有兩個說法啦，導遊講的說法呢就是說因為以前，這個就沒有留到，因為呢是那個國王，是不是你這裡避暑的聖地來的哦，所以就 keep 冇摧毀佢。我網上睇到另一個説法咧嚇，即係有另一派嘅考古學家咧就覺得咧，佢唔係神廟嚟嘅，應該佢係一個墳墓嚟，因為墳墓嘛，就啲人就唔會摧毀咯。因為佢唔係拜神噶嘛，所以有咁樣嘅理解啊。呢個派別，跟住佢哋有唔同嘅説法啦。不過係一個好靚嘅希臘羅馬帝國 feel 嘅一個建築。啲皇帝都好識彈，好靚啊！你的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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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而且好大嚿啊！你真係唔知道以前啲人點樣起嘢，好似金字塔咁樣又係啊！唔怪得啲人成日話，以前啲人係受到外星人嘅幫助。你知點解冇？以前係咪有巨人啊嘛？啫嘛。哎呀，講真又。诶、欸，唔系做咩起咁鬼高、啊？其实又系哦、啊，嗬。做咩起咁高楼底、啊？其实讲真，我觉得又系哦、啊，好、啊、多嘢都系偏高噶、啊、喎。就系俾嗰啲巨人族噶嘛。或者我哋睇啲巨人族咧，就咧搬石嘅。嗯。有，我呢个考古 OK 喎。估得靓，估得靓，果然啊。啊、跟得你多嘛？跟得我多啊！耶、我哋嚟到亞美尼亞一個市場，咁咧係專賣亞美尼亞啲乾果型。咁跟住你睇到啲好似臘腸咁嘅嘢咧，記得啊買翻嚟試，因為外出嗰啲果汁啊，睇下咩啊咩果汁啊，唔同顏色唔同果汁形成嘅。鯨咗，然之後變咗一個。係啦，裏頭就係嗰啲辣，之後就包住啲辣。係啦，跟住佢好多啲乾果啦，雖然有啲乾果係我哋馬來西亞有嘅，但係我覺得都好多冇㗎。一啲我哋冇嘅，例如啲好似梨咁嘅嘢咧係冇嘅。你嘅乾果喎，第一次。係啊，值得買。跟住佢。仲有好多唔知係乜嘢，然之後包裝到好靚㗎，你睇，有好多花款㗎，啲拼盤咁樣啊。誒，俾你試食喎，幾好。係啊，我摸佢買，佢俾我試食。係啊，佢摸開你，唔愛啊，乸渣啊。嗯？有啲茄子味喎，點食㗎喎？啲辣嚟啊，有啲茄子味。然之後佢應該係金嚟嘅。金皮。金皮。好悶嗰啲豆喎，真係唔同嘅豆咁樣包埋一齊。哦，好香喎、啊！好食喎，好食喎！老人家好中意呢樣嘢。要啊 ，TV House，yeah！ 佢係主持人嚟㗎。所以呢套衫係佢以前著嘅衫嚟㗎。冇錯，佢而家要將佢全部嘅武功傳授俾我。個圍巾好靚，好特別喎。好啦，今日我哋咧系上课嘅，我哋要学呢个阿面呢个传统甜品叫做 gata 嘅，我哋第一日食嘅咧，好似江苏饼加蜜糖嗰只咧。哇，嗰只好食喎！哇！好，而家材料有呢啲嘅。外国版嘅整蒸菜花。Allow 啊！得唔得啊你 ？Oh my god！ Oh my god 啊！好啊，切勿切啊！切勿切用啊！我系咁啊！你有咁度散走？整到依個盤嘅大細啊 ！Yes， 即係嗰啲乾果又得。好嘅，雞生黐 ，like this， 啖啖啖。嗰啲需要手工啊，啲嘢就係自己嚟。Like this， because it's symbol of the sun。哦，贏嘅贏嘅，哇，喺邊度幾靚喎？好靚。唔係搣老公搣慣咗。係啦係啦係啦。Nice。Nice。哇！你可以攞上嚟喎。哇！TV host， TV host， 慢慢咯，放到底啊，应该系。Ten minutes， but now it's very hot。恭喜晒你哋啊！恭喜晒你啊！毕业咗啦。毕业证书啊！睇一睇，睇一睇，咩嘢都冇写，毕业证书啊！基本上佢唔似餐厅啊，似屋企嘅私房菜嚟噶，佢属于系。喺楼上住楼上啊，喺呢间屋。私房菜啊，呢个系。你有啲家私喺度，有三櫃，然之後有化妝台。咩書啊？我而家喺緊佢嘅大房食緊嘢。南瓜侵肉，好食。哇！呢只好食，好食。頭先啊，哇！好有滿足感喎，飽滿啊入邊。各位觀眾，哇！好靚啊！呢個係我有份參與嘅燒餅，好靚嘅，好香啊！好香啊！好香啊！到咗啦，我哋整嘅 cake。頭先我哋整嘅 gata 甜品就已經到咗啦。好香喎！呢度仲好食喎，因為你整嘅，唔知啊，都係佢個鬆軟啲噶，冇嗰陣咁硬嘅，佢個皮又好脆喎，跟住入邊咧就熱辣辣啊！記得係飲食嘅意思。飲食啊！靜靜日記，好有趣嘅場面啦！頭先我經過外出，然之後咧就一直望咯，然之後依度嘅人就好熱情咁啦 ，Welcome！ 今日係我哋嘅 Wine Day， 你可以入嚟免費試飲我哋阿面呢一個 Wine。喺個酒店入邊。係喎。誒，攞個酒杯先。攞個酒杯先。係 free 㗎，佢講。我哋見到咁多人啊，諗住望下咧，點知可以遇到咁得意嘅事情？係喎。我真係唔知道係節日啦，定係一個 event 啊？應該一個 event 啫啦。Thank you. 都好飲嘅喎，甜嘅喎。
哎呀，甜嘅好饮啊！可惜我哋嘅团友唔知啊。系、哦，三靓嘅男孩，哎呀，我帮你饮晒啦。呢度嘅人都好 nice 啊。系、哦，我真系觉得亚美尼亚嘅人咧，真系 nice 啲噶。就算我哋会主动同你讲嘢、啊，去嗰啲 church 啊、monastery 啊，以为我哋语言沟通有啲问题。你好正，好正，好正，无啦啦入到一个品酒会啊！